被困在这里了。我希望我能像那辆车一样自在地漫游，但我并没感到自由，都是那辆无人驾驶车的错，它开得太快了，令到其他汽车开始模仿它。我是一个监控系统，是新北京的哨兵，我不得不报告所有的汽车。现在我没有什么可以看管或保护的了。The fate of Knoxville lies in your hands. Knox Tale Act 9: Secrets of the Undercity. 我不知道。我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。哪里？我在城外看着森林，我有时会逃避到那里。当时有一只狐狸四处游荡，狂野而自由。下一刻，我看到那辆车正在靠近，它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，开得太快了，车子拐了个弯，差点撞到狐狸。